紧哦，因为我感觉吼，较好的经历要叫我大家知啦。有当时讲收紧吼，啊，煞有一摆口误吼，我紧大家甲我讲，马上改起来，我慢慢进步吼。啊，大家来看吼，即、這个媒体的媒是咪爱女字旁？我拢故意歪改啦，因为因即马咱即个中华民国所有的即个中华民国的即、這个一、那个媒体啊，中国媒体啦，啊，伊敢是要制作一款有诶无诶？黑色的物件，森林涂炭对不？我感觉这应该来挂这个煤矿的煤对不？啊，无咱食这个影片吼，迄台生你甲我饲这个，这个饲落去，还有一个影片，敢有出来？吼、哦，这个姐姐南非嘛。Somewhere far between four walls。来解释一下。伊即较简单的英文啊，意思是讲吼，因咧做因咧南非，大家拢咧即卖咧拍迄个什么足球赛对不？啊，因咧足球吼，因为因咧主管吼是白人，啊，因咧足球拢做白色的，你甲看，是咪拢做白色的？迄阵咱知影南非内边，南非嘛主要是黑人较侪嘛，啊，落迄阵即卖白人。即嘛拥有因诶，即个迄阵殖民地嘛，啊，拢看迄个黑人无看不起他们嘛。好，啊，伊看迄个伫讲骹球，伊几看咧，即黑人看，哦，你是歧视我，拢做白色的吼，啊，就甲即个老板甲按落倒啦，吼，啊，即老板就坐啊，伊啊就开始咧想吼，啊，伊怎么讲？哦，你看袂起吼，啊，我恁找一个黑人的迄个头家来。啊，即个黑人头家讲哦，原来你要爱黑色的骹球，好，我就做黑色的骹球给你。嘿，奇怪，咧裁判一看，啊，搁迄个黑人，哎，你啥啦？你搁看我袂起吼？啊，就要甲即个黑人，即个老板把按落倒，我赶出去。啊，结果这个黑人甲白人吼，啊，就两个人在那里想讲，哎，有啥物方法吼，啊，大家会使和平相处吼，吼，啊，你尊重我，尊重你。结果因就想讲，咱即卖骹球是安怎，是毋是黑的甲白？咱即你即卖足球是毋是黑色跟白色相间？还是要甲大家讲啥？吼，这个故事要讲，有讲两层啦吼，南非嘛吼，三国要法。好啊，这就是简单几分钟，安尼好啊。大家会使甲我讲你的心得呗。台生那个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讲完了。因为吼，因白人啊，自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，要他妈澳诶非洲要一挂殖民地，啊，但是伊够够路，然后黑人伊冇人权呢，啊，伊嘛要生存呢，啊，你有讲尊重无？后来迄、那个啊，南非还阁算袂歹嘛吼。好，大家参详。结果，因要接受讲，因的迄个黑人的地位，所以正也要阁讲起来，就讲到迄个美国的迄个南北战争啦，吼，迄个解放黑奴，哦，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政见呢，而且他实行了，啊，因祖先因南北联邦嘛，因是联邦政府，讲我不爱，我要驯养黑奴，南方啦，北方讲袂使，啊，咧修正。哦，你这种想法是真伟大的。人甲人之间是平等的，不是讲你色彩、你的皮肤是啥物色，就决定你这世人。哦，那我讲，我就变成永远的奴隶，对不？啊，这吼讲的是讲，咱人甲人之间是平等的。佮第二层是管理，你对无甲你无同款想法的人，你要安怎甲他管理？甲对方说服对方，哈，会接受，还是讲对方有好的物件？啊！甲你甲采用，吼、哦！你要踮一个所在，要爱即个块，啊！你是 leader， 你是主管，啊！你要安那吼？啊！甲遮下骹手人吼，管理阿讲，伊会使上轨道，啊！也要心服口服，啊！所以即个管理方法是真重要的吼、哦！啊！这么多单，我就是要管有关即个管理方法。啊！咱讲咱台湾民政府嘛是爱满足咱心理安全社会的需求，我嘛爱叫尊重对无？我这你好，我食清有安全啊，但是你无尊重我，我没有隶属感，我没有获得人家的认同，吼，安那要甲我打击，安尼我嘛是要会甲你鞭打。啊，过来，这个自我实践大家知影无？你这个人生当中，你有想要希望你无完成物件要甲完成无？
你敢会讲你拢在跟着那个媒体在跑？哦，伊即卖流行啥？你有去带人看黄色小鸭？哦，伊即卖流行什么 L 什么什么 B 的包包什么？哦，人去追求啥？你有去讲追求？你有媒体甲你牵咧走？你看媒体伊个新闻拢是安尼？好、哦，大肆报道，啊，你敢有另类思考？哦，太阳花啦吼，啊，伊个想法，啊，也是讲发生即卖讲一些什么社会案件啦吼，什么迄、那个。在那个捷运站发生重大的迄个杀人事件，啊，你有其他的想法不？你讲为啥会安尼？啊，有啥物好的方式？我搞多少讲一盘一盘好菜端上盘嘛？你要治理台湾，你要怎么做？这样的道理啊，大家有一种概念跟了解不？唔是讲你敢要讲爱这个位啊？你但是你都啥拢无奉献，吼，做代志，吼，做官了直接做代志。哦，他啊有一些想法。我感觉这种讲过啊，我来讲，那学习有七个面向，就是咱会爱学遐改变。吼、哦，我讲这羊啊，甲迄个野狼的狼狼性吼，要怎讲？这羊啊吼，伊生出来吼，羊有角对无？啊，野狼无角哦，野狼就爪子，还有它的锐利的牙齿嘛。啊，羊啊有角，但是羊啊会使保护家己袂？羊啊未生出来吼，你一目睭掰开，伊就空气嘛，有水通啉，空气通好吸。有野草，有草啊，通好食。因的生活才富裕的吼，安尼算讲些富裕。但是野狼生出来吼，伊唔是讲我生出来我就会使食食落肉，肉在我面前我就会使食肉，唔是哦。因是爱有一种这灵敏的哦，啊看讲啊，这个羊啊伫倒，还是讲兔啊伫倒，吼。啊因啊想啥物法，啊个大家考起来，啊免有啥物策略吼，啊去甲迄羊啊吼，还是讲兔啊是啥物件，啊甲伊掠着，因通好食哦。伊毋是一掰开伊拢物件食哦，这是代表啥？代表讲咱爱学习即个野狼，伊迄敏锐观察力，啊，甲伊冲，伊个迄个冲锋战阵，啊想要爱努力拍拼迄个目标，啊，要甲得到团结的迄个力量。啊，当然啦，迄做野狼嘛无好吼，拢要共食物件，咱毋是要学伊迄要共伤害，咱是要学伊迄个气息。吼、哦，唔是讲咱即马点点咧，啊点么样啊，惨啊厝诶，安尼就台湾人会前途来出来吗？台湾诶人会前途是爱靠大家起来努力打拼，吼、哦。啊、就是讲咱学遐改变，咱吼伫咱深根底固无好诶物件吼，紧想办法吼，甲即个固执诶无好诶吼，紧甲摒除。那好诶物件，咱学会晓好诶物件吸收入去，来改变咱较早毋是伫中国教育甲咱洗脑去吐，紧诶紧吐出来。那好诶物件紧植入。啊，慢慢去影响其他人好的物件，影响别人。哦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啊，过来讲，你爱学要讲盘乱，这管理一定要讲盘乱的嘛。你袂使讲哦，我著甲同个大家建立无好的关系啦。讲安怎吼，嘛，咱也忍起来。啊，这口气，咱想办法去甲透气吼。看你是要去一个运动吼，甲这口气甲透气。但是咱基本上，咱甲人甲人之间拢是要和睦相处，学甲人盘乱相处的艺术，对不吼？吼、哦、啊！即、这个讲相处嘛，有遮侪迄个技术的吼、哦。譬如讲，你爱价值中立啦，吼、哦，爱有同情心、同理心啦、啊。即阿摆管理方面，即都需要怎样？啊，过来，你也要学晓分享物件，啊，袂使讲我会晓物件，我拢甲收来我身躯，啊，我拢无分享给别人，我甲暗藏起来。哦，咱是要大家拢进步起来。啊，若我唔对，我讲无好，大家甲我讲吼，啊，我进步。啊，若讲我。我物件我学会晓的吼，啊，我分享给别个，大家嘛进步。咱台湾民政府是不是大家共同进步的嘛？吼啊，学会要做代志。哦，我拄出社会，我啥物拢袂晓啊。啊，我是一个药师。啊，我那有可能我大学毕业我了，我都会晓共听药啊。我嘛爱去这个团体去学学习，啊，一直吸收，啊，愿意虚心接受，吼，啊，家己做功课，然后突然变你爷对无？啊，你学要做代志。啊，帮助人哦！我有啥物专业啊？我有啥物村？有村无村，拢会使帮忙啊！你个别人安扶起来，安尼嘛是一种帮忙，对不？啊，学遐追求吸收知识，即台湾论啊，佮其他迄个课外吼、哦，大家拢会使去读书啦，管理嘛会使去读啦。啊，形成咱个人迄个价值观，啊，咱个人的能力佮才情，迄个是你家己学习累积的，吼、哦啊。学遐发展，我后摆要发展啥？啊，像我学药啊，我要发展啥？我有可能发展哦，药厂啊嘛需要迄个研究的人啊，对不？啊，我来开一个药局啊，迄嘛是啊。啊，你学迄药厂的那机械咩啊从？那咪再来开一个什么公司对不？
你学会晓发展。好，啊，咱即卖就是讲，咱学习了，咱要学啊，咱台湾民进党要安那发展。我甲你讲诶，甲拄下迄个五大需求嘛吼，啊，咱迄就追求我们自我实现，大家来加民进党嘛是要自我实现，免咱让台湾建起来，对不？好像台湾甲迄个欧美国家战的迄个生活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哎，对啊，咱都爱拍拼，咱爱学习，吼。啊，我讲的重点就是安尼。你知影迄个德蕾莎修女，伊去一个根本一陌生的迄个蛮荒的地方，啊，人为什么安尼他们去领导他们那边平民？啊，领导甲人要接受伊，佮爱戴伊，啊，伊佮甲遐遐地理也好着，啊，人要佩服伊。所以基本组大家会使参考一下，吼，买来看一下。啊，我个管理就是讲，咱伫个即个吼台湾民政府啊，即个团体内面啊，有啥物资源，那运用即个资源啊，去计划啥，去规划啥，啊，规划就是讲啊，咱资源啊分配也好，啊，人员要安那来领导，啊，即组织要安那运行，啊，甲来控制，哦，啊，有情绪的人，咱要安那，啊，是讲伊的能力较无好，啊，咱要安那来去安排，吼，啊，达成咱要爱迄个目标啦，啊，这是我的迄个。外心得感想啊！你知识予人加你文明，所以咱吸收知识，还是咧基本的。咱是一个文明的人，那不断累积咱的知识，予咱加你文明。啊，你管理有管理的工具啦，吼。吼，譬如讲，我要管这个物件，我心理支持是虾米？啊，管理阁有分做讲吼，你若讲这个管理方式唔对，我是要来改进，吼。有 PDCA， 啊，这阿伯在拢会讲，啊，讲你预应式的。吼，你有讲发生什么？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？啊，咱来有一个管理方法，啊，把迄个扭转起来，啊，变成讲这个迄个有可能的问题都袂产生吼。这有管理的工具，这阿波吼，第台北就有一挂课程，大家会使去迄个 YouTube 吼，啊，去点吼，去订阅迄个台湾民政府台北州有一挂课程，大家会使去哩，主要是管理会使点来看吼。啊，哥，你爱运用这个心理的这个。有一个技巧嘛，你的管理要有技巧，啊，就要洞察人心，啊，知影伊咧想啥，迄个心理方面，你嘛大概嘛爱知影，吼，啊，你不断的奋斗，吼，啊，你就累积你的实力，你有创造发明，迄个愈来愈强的迄个能力出来，啊，个咱虽然无经验，无之前的经验，但是咱有进步的空间，咱个愈来愈进步。哦，你看咱呢，你的三工两面来遮训练，请问你讲，你敢会讲一张白纸，你训练了后，你啥拢无？你来遮训练，啊，遐侪讲师咧讲，你敢会讲啥物拢无？你一定有物件伫个，迄物件就是互你进步，互你有一个马上，互你有一个嘿新的物件，啊，你去运作，啊，累积，你就开始，你就对你的累积你的迄个学习，啊，你经验，吼，慢慢来，哦，我先做细的，啊，再来大的，啊，要安怎做？我有时讲讲吼，虽然讲敢若咧放假，因为咱正经无经验，但是咱去吸收别人的经验吼，啊。来累积自己的实力，嘛是一种经验，吼。或者就是我医疗团队内面嘛，一款资源的管理啦。啊，主要是讲分做这个三个岗嘛，吼。吼，这个三个岗内面有重点，吼，这个表现啊，这个爱吸收知识，吼啊，安尼爱有啥物态度，啊，个咱爱 skill 是爱有迄个能力啊技巧，吼啊，过来这个硬科也是讲，咱把这个技巧啊考做会。吼，阿咩来运作？吼，领导啊，甲沟通啊，互动啊，甲你拿 monitor 意思讲，即个监测是讲吼，啊你感觉讲你管理方面内面有订单，啊你要安那甲迄个总构好啊，甲控制也好，调整也好，好啊，即个安尼，敢若一个百万吼，啊敢一个百万安甲捏起来，迄就是咱个力量出来吼。啊，咱即嘛是我咧台北州有课程，啊即嘛是讲啊要第三步骤吼，啊咱那个台生咱即甲放出来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嘛来解说一下，即个团队当中吼，有一个领导者，啊也有辅助者 ，push 的人，那也有破坏者，啊大家先来了解一个影片当中去了解吼，好啊，你也要接这个课了解，先了解你人员内面有啥物款的人啊，好啊，无合作的人，咱要安那来处理。你看嘛。你有一个工作要完成，譬如讲，伊这个吼拖车内边有物件，伊要拖去拖，这个伊背负他的责任在嘛，企划或者他背负里面的重大的资源啊，要安那分配，啊，就是这个领导人就当嘛咧跟，吼，譬如咱秘书长咧跟，咱台湾民政府嘛咧跟，
哦，我要把台湾民政府带领到哪里？那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旁边一个有效率一个辅助者，信不信？对不？好、哦，那希望这种人较多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也知影有一个组织嘛，破坏者嘞，啊嘛有在拍拉凉的，他妈也安尼，看诶米粉烧阿伯在拍拉凉的，吼、哦，伊看到伊在拍拼，但是伊感觉讲啊，我等着收获就好了，我不用付出，我不用努力。啊，但是呀、啊，虽然说伊无在拍拼，但是至少伊不是破坏文主啦吼。啊，你这就是开始在想要甲你破坏啊嘛。但是伊的吼，伊的迄酝酿的迄破坏程度，吼，迄是比较看不到。啊，但是这 QR 卡大家都看一下，啊，就直接判读嘛。哦，咱民政府嘛是有出现一挂判读，咧去年的425，吼，明明叫伊爱去做啥，伊就根本去讲宣布独立啦，在人的土地讲要宣布独立啦。啊，根本就无遵照咱领导人啊，甲美国，吼，啊，因的迄个需求，家己。政治要宣布独立，结果就是一堆叛徒嘛。你看，制造一些纷争嘛，对不？你内部不团结，对不？好、哦，啊，你去看人现在努力打拼，对不？你看，大家安尼目标一致，咱是不是爱跟人同款，对不？啊，咱这个领导人就要出来讲话了啦。无，那是讲我咧打拼，你怎么还在搞 U 号卡？所以，咱除了爱有这个。就是分辨的能力，你在一个机关呐、啊，当 leader 要分辨能力，哪一些破坏者，啊，哪一些努力的人，哈，啊，哪一些需要再修正的人，啊，让弄来怎样？哈，本来挣扎，现在变不挣扎了，哈。好，这就是咱民进党爱行的路，对不？大家来拍拼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也一个亏，你嘛是爱安尼走，哈，你领导人，你也是要这样的方式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发挥大概拢有潜能，拢会使发挥，啊，自我实现都能够实现嘛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个切得掉吼。我讲你阿边吼，有一个绩效的管理，你都爱有一个四个步骤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讲吼，啊，设定即个绩效的目标。我今晚要做啥目标？设定好。啊，甲你的迄个下骹手人要建立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共识。好、啊，共识。我跟你沟通，你安尼做好，我答应你，好形成共识了，对吧？哈，共识了后就是按这个共识一定要有绩效出来，有伊好过出来嘛？啊，好过出来，啊，为啥无出来？啊，是毋是爱咱过来继续搁甲员工沟通，继续甲员工沟通，搁改善讲啊，咱来要 modify 一下，吼，咱看你出问题吼，啊，要安那来改善啦，吼，啊，提供我改善是第一个方法是啥？吼。第二个方法是啥？啊，这就是绩效，迄、那个改善、甲沟通吼。啊，若讲哦，我已经跟你绩效改善，慢慢沟通啊。啊，为虾米？我都爱来考核啊。啊，甲等、乙等啊、丙等，拢是爱有人对无？啊，我咪安那考核？我伫我咧沟通迄阵，啊你做甲多，我就甲你记录起来。你有照我安尼做无？这嘛是一个绩效考核依据啦，吼。啊，甲你看你有讲啊，我。哎、欸，我讲啊，主任啊，我明明个即个企划完，我都明明做好啊，啊，为啥你阁予我乙等呢？吼，啊，你有做好无？唔对，但是你做的是唔对的方向，唔是我要爱，啊嘛无效率的，啊，即我有记录证明哦，所以我甲你拍乙等是安尼。啊，你甲先好靠好啊，干咪讲啊，我努力，你有人是甲等，有诶乙等，阁有人优等，啊，逐个都咧乱，啊，即团体就是变嘛是同款，就变无。没有一致性嘛，那变会乱啦，吼、嗯！你就是要证明、证据，讲啊，你是为虾米？你做无遐好着，啊，改善嘛无预期的迄个表现。啊，那你要有表现，你就是爱甲等嘛、奖惩嘛、啊个训练嘛，这就是第四个步骤。啊，这个四个步骤我请大家记起来，吼、哦！这是在那个《经理人周刊》啊，我把它引用过来啊，我有在台北周讲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用趣味的方式，因为这种的吼，我也不是专业，但是我去念很多东西，啊，我有心得啊，跟大家分享，吼，啊，虽然这讲无遐了解，但是我在讲课时阵，我拢用影片啊，跟趣味的方法，然后大家去感受了解，啊，大家会先去台北做点来看吼，迄、那个 YouTube 点来看。咱过来讲吼，咱也是讲要领导，要安怎领导教导，
就是吼，咱互相鼓励，互相进步，啊，绝对唔是讲我用迄个较早古早迄种命令，啊，你做无好，我就叫你辞职，唔是安尼，是要解决问题，你为即个政策来设想，唔是个人在气个人，啊，你做无好，我就叫你走安尼啦，唔是安尼吼，那是要互相的迄个你进步，我进步。我教的人嘛，无一定对哦。我甲多少是讲下下岗条约来想去别个对无？啊，讲一个口误啊，我就紧改起来。就是讲，我唔是讲百分之百，我是甲大家盘乱了后，我都有缺点，我来进步，因为大家给我进步的力量，吼。啊，我嘛希望讲我有新的物件哦，大家进步。我是感觉咱民政府就是爱安尼有这种教导式的这种管理方法，吼，安尼改进步啦，吼。啊，这一层是较早是专制。啊，即马愈来愈来变高都是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甲我迄个资料库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去读啊了解，吼、哦！啊，对对组织都有迄个奉献。啊，那你啊，你个人学习，等于你个人尔。啊，较早专职就是叫你硬要做，你安尼做。啊，这种大家拢歹选的呀，拢嘛爱种高都型的，对不？互人尊重，啊，这团、個、体互我进步，对不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嘛，你学习，啊，无你，譬如讲你学习，啊，我来教恁，吼，我的经验，啊，甲我的迄、那个，我读的迄个心得，吼，哎，大家咱互相，安尼吸引你，我的想法伫倒，哎，你有兴趣，转去找答案安尼，吼，安尼，这个循环就是良性循环，大家拢进步起来，吼，啊，我甲多少讲有三件宝剑嘛，就是咱即马迄个小米剑，你即马转去读的迄个新台湾论，吼，啊，个你的专业，吼，专业的意思是讲，我为头壳尾好好研究，迄就是你的专业，吼。不是讲我敢讲，我即马学汽车，哦修理汽车，我就敢修理汽车。你为头壳尾，你要学的物件，好个学，迄就是你的专业啦。无一定讲你即马学，较早学校咧学的，迄就是算讲你的专业，迄是基因尔。你搁有遮侪遮侪物件在学习吼。啊，当然啦，我刚拄仔讲的即个管理的方式嘛，就是大家一定爱一个概念，绝对袂看到钱就把酒禁起来，袂使呢吼。咱目睭看到钱，就是要甲这钱的法案要安怎冲出来。好，更加这个钱，更加多台湾人去享受到，较好的政策出来，唔是讲我看到钱，我就要放我的袋啊。我因咧中国人就是拢安尼，所以他们腐败的根已经烂掉了。他们要怎么把它整个清除哦？哦，那个是很大的工程啊！啊，让台湾就好清除的啊！那个流亡中华民国政府，请因登去平潭跟金门马祖，让台湾人好好啊来个建设让台湾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我再讲过吼，三句剑。好、哦，今晚要讲到咱个话题啦，我过来讲这个故事啦。这個、故事也表示讲，大家爱重视家己的健康啦。就是讲吼，一个少年人，一个少年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拢无咧注重身体啦，啊，上帝吼，予伊三条腿，伊拢无咧注文啦，啊，就不行，伊就走来上帝面前啦。讲上帝，为什么我刚三四十岁的呢，都甲我叫来你的身边古边的啦？我有嫁配合你呢，嫁什么配啊？你会记得你较早，你讲你脚头骨无好，心脏无好，我安尼寄一张批，你有感受无？啊哦，安尼哦，这叫做批哦，哦我知。啊，第二张批你倒咧裤脚，人甲你救起来去病院急救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啊这第三张批哦，哦，啊你够有一届开刀无？啊走来甲我洗哈喽无？好，我搁放你回去啊。第三张批啊，请问在座的上帝哦，你几张批？你有注文到哦？我的意思是啥？你知无？我请你保重身体，吼！你有一个迄个危险的讯息，甲你提醒吼，请拜托你，你去甲身体创好，因为咱要接近款，身体健康嘛最重要的哦，吼！但是身体健康唔是讲我一天我无吞无就好啊，啊！我要靠别人哦，你是要靠你家己去运动，啊，去了解你的生活，吼，有啥物缺点吼，啊，咱来改善啦，吼！啊，上帝啊！可怜这个少年人讲好啦，无你提出你提出安尼出来啦。少年人讲，我都年无一千万，你要叫我一千万了哩？我讲唔是一千万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无一百万啦，我唔是要你一百万啦，我要一块啦。一块才烧的有哦。啊，你念会出来未？请问你口袋有一块哦上帝无？有哦？敢有？你搞我骗，死的人哪有钱？一口了，连杀都杀不出来，对不？一口没对，起码有一口啊，对不？死的人我跟你讲啦，死心不带来，还死命啊，再造，对不？一口连不出来，
爱就讲啊，兄弟，可怜我是孤囝，爸爸妈妈吼，啊，无甲友好着啦，安尼我就来报道，我感觉真后悔。我是希望大家卖后悔，好不好？咱在在生的时阵吼，咱有啥物理想，还是讲咱有啥物要自我实现物件，咱无遗憾，啊，甲发挥出来，吼。啊，咱当然嘛友好父母啦，坦白讲吼，哎，重点就是食吼。啊，要了解大家用药的迄个安全吼，我为电影当中吼，哦，即、這个会使跳过去，就是讲让日出美站，我就用讲预防啊，加迄个治疗啊，加治疗了后你的健康较好，即用即种迄个论述啊，讲给大家听，大家清楚哦。原来唔是讲甲治疗咯，即预防嘛较重要的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治疗了后，佫重要是佮佮继续爱复健，还是讲爱保爱照顾哦，吼。啊，这因为咱传统吼，拢是伫病院看，你也看，迄、那个医疗的三件拢是即治疗方面的。希望咱伫迄个预防方面佮加强。若讲咱治疗无好，即方面吼，长期照顾，啊是护理之家，啊是讲虾米坐月子中心，啊是等等。我治疗无好了，我即人即口人要安怎？即方面即嘛爱加强，毋是讲我伫治疗。这个资源你去囥啊，食嘛唔是对的吼，咱嘛是爱发展在恁这两边吼，吼啊！这个产业，所有只你看会到的产业，拢甲药啊拢有关系。啊，我要为电影当中来了解药啊迄个环境当中吼、哦、有一个概念。啊，譬如讲，咱是药师，我们知影药啊，啊，我们知影药啊了吼，我们可不可以坚持哦？我们的操守啦，吼、哦，因为。我的药啊嘛，嘛有分一种管制药啊嘛，啊有人阁会使，因咧美国阁会使家己阁制作调剂的药嘛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少年人来讲啦吼，可能压力足大，啊，因某甲因丈人看伊袂起，啊又是讲啊，啊阁去有外面的迄个情妇诱惑，伊就家己制作无好的药啊，吼，制作无药无好啊药，这是唔对的，但是我讲嘛。咱贞操在哪里？吼、哦，譬如讲，咱买接近款，啊，咱个贞操在哪里？一个位置都有咱个贞操，咱敢会使乌白提药来制作？这是无合法的。结果都有即被情妇诱惑嘛，啊，即有人去稽查人员，就来也有叫来稽查，啊，伊就爱讲白菜。你知中国人拢爱讲白菜嘛？啊，咱学来养因白菜，圆谎嘛。你卖做，你无做，你都无代志啊！啊，你做了后，就不断的在圆谎啦，吼！你只一个一个被掀开，就很多的内幕在里面嘛。这潘多拉的盒子的是安尼，内面拢搁吵搁酸，啊！你掀起来拢哇，芒糖下面拢造出来，那个真相都出来。你别安那找回自己，就是你要开始去做，做什么？你赶快，你干嘛？做不对要回头啊！回头是岸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也想讲，咱台湾是不是也要回头？把我们台湾，对不？不能做，继续搞起来，那中华民国给咱台湾吞打，这意思讲，全民要共识啦。啊，第你做的迄个位嘛是同款，你要把自己找回来。伊本来是因咧丢人吧吼，叫伊讲要用因丢人吧迄药叫好伊啦，因丢人吧要甲控制，伊要爱伊家己的命。叫做凡人药局，伊丈人妈讲袂使，你要继续用我的名，伊就叫阿伯嘛，阿伯伊该讲阿伯出来，伊该去制作无好的药啊出来，吼、哦、禁药出来。那这段我阁会讲，所以咱台湾，咱是敢讲咱叫中华民国阿伯，咱要拥有咱台湾的特色，咱是咪安尼找回自己？关键的是咱去做，就是对的。大家是不是拢在做啊？对不？好、哦，这就是这个必要，大家知影吼。啊，我阁要大家知影这个人是啥无？伊演戏的，伊也要去杭州迄个《远山含笑》迄、那个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啦，吼、哦，即老的电影啦。伊要去杭州读书嘛，伊甲因爸爸妈妈讲外省，伊迄阵查某囡仔是袂使去读书的啦。伊讲哎呦去办郎中嘛，相信因爸爸妈妈袂认得着伊啦，伊就使光明正大去对无？哎，讲即个十个药啊啦吼。啊，我来讲药不方便的吼，阮药剂师要讲的，我即摆讲的内容嘛有十项啦。我绝对唔是甲大家讲妄加，我特别要甲大家讲，哎、欸，这药啊用的迄内幕伫倒，啊，伊专业伫倒，啊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啥？吼，啊，若着了新病哦，伊这新病，伊新病都爱新药来医，啊，新药是啥？
除了咱现实大家知影迄药啊方面，就是讲咱正经的咱生活当中，咱个药方子就是你小米食，吼、哦，这个大家拢讲过，吼、哦，咱你去病院啊，来去看病，吼、哦，为诊间啊来给你看你的病历啊，诊间直传啊，阮有事看到药袋啊，啊，给恁调剂，调剂啊，看你有需要药啊方面的问题，啊，就来问阮，啊，这安尼就叫做完成，但是这个。经过这个当中，你敢知影？这药物对你的诶，迄个需要知诶诶内容是啥无？我先甲大家讲吼。第一，你当然要甲医生咧诊间咧甲你看病，你当然要讲个详细。吼，啊详细了吼，啊这药啊吼，你对你药啊，譬如讲你有啥物过敏，就当我也过会讲，你嘛要甲医生讲个清楚你的药历史，你拢爱讲。啊，那你第药局摕到药袋啊！哎、欸，你药袋啊，当然要看清楚，先看遐是毋是你的名。啊，这药啊吼，内面有迄、那個、有刻痕啊，有伊写做啥物款嘛？色彩对无？啊，有刻痕无？啊，讲有数字无？伊食拢会，这药袋啊嘛拢会注明清楚，你着去爱搁去 check 看一下。讲哎哎，毋、欸、是恁药师的责任，恁药师本来就是爱做对的药啊，好分啊，这本来就是爱做对的予你，但是吼。咱来讲，咱唔是神仙下凡，恁药师也是讲医生，啥人都一个阶层，咱唔是百分之百。咱即马是要讲吼，维护你的安全，恁药啊摕转去，咱嘛是爱监督咱的药啊。药师啊，甲医生开的，我这药啊对无？哎，你冇责任哦。你咪讲哎，拢全部拢交我讲哦，我信任伊。你当然嘛爱信任，但是我希望你阁爱了解药物方面的知识。为食药第一开始，你就知影咯。啊，我这药啊。有适合我就甲记起来；无适合我，我去甲医生讲，这药啊无适合我。这知识的交换，吼，得安尼，咱甲医生啊、甲药师啊、甲护士知识交换了，哎，这套你就了解啊。啊，人也要甲你吼，讲这药安怎安怎，你就讲哦，这药啊我安怎安怎，你就再甲伊讲。你就别讲啊，我完全叫迄个蒙蔽，吼，完全叫用拖咧走。这药啊学问嘛，这大个啦，吼，啊，药袋啊，登记一定爱看好清楚，吼。我总共有十六项。啊，过来，你唔是咧病院看病，你是咧药局买药啊？啊，你嘛是爱看伊制造日期哦。你买药啊，药啊名对无？吼，啊，伊个有效日期啊，甲伊个副作用无？啊，佮有时你看迄个许可字号吼，啊，这拢爱当场甲嘿药师问个清楚，啊有问题当场爱问伊吼。啊，佮嘿对啊，这药啊到底对我有作用无？有效无？啊，这有吸收甲分布代谢甲排泄。你这嘛是去问药师吼，你讲啊，这对肝啊，这代谢安怎？哦，这拢会使问。啊，讲你个剂型对无吼？我即马搁要讲，有个人吼，啊，都唔知买唔着药啊。啊，人爱塌脚床的，都摕去食。啊，嘛讲啊，我要抹空嘴，摕去滴目睭，啊，擦点仔青眉。所以这拢爱一只清楚的吼，因为药啊有遮侪迄个剂型啊，甲伊个用途吼，有吸的，啊有点的，啊有抹的。吼、哦，这拢爱这清楚的啦吼，剂型，吼、哦，啊过来，啊你药啊明明就讲，这有效时间啊，为甚那拢迄软膏那变黄去啊？嘿啊，为甚物我迄个药啊那拢变淡去啊，粉去啊，粉化嘛？啊为甚哎奇怪，阁有生菇呢？所以虽然讲咧有效时间，但是你嘛要注意，因为你拍开了吼、哦，你个空气走入来，吼、哦，你药啊里就开始变化，嘿，化学变化。啊，所以每一关每一关，伊有效率伊降低啦。啊，所以你嘛爱去看你厝下放的药啊，有过期一定袂使啊。但是无过期，你嘛爱甲看哦，吼，是毋是讲有迄个其他已经歹去啊？吼，这嘛爱甲去扫。啊，请问个去扫要放啊多吼？等我甲你大家讲一下吼。去扫要放啊多，就是讲在病院吼，因有迄药物的迄个收集，迄废弃物的收集的窗口吼，迄药局一定是有的。啊，你要等咧药局的。啊，阮若捡起来是安怎捡起来？统一家己迄、那个，家己迄、那个，别莫讲污染啦。吼，你等下迄个马桶也是外口迄粪扫，你安尼甲集中了，阮统一甲销毁，吼，伊特别的问，特别甲伊销毁，一定会停除啦，吼，安怎停除？吼，你若讲，你有液体的，要甲你统一放的；啊，你有尖头的，哎，去统一放啊，一个，吼，啊甲迄、那个。啊，還有迄个专有的迄个检修的迄个啊，吼、哦，
阿嬷茶啊，啊甲迄个玻璃罐啊，安尼甲分类了后，啊统一，啊有人来收，啊安那收，吼，啊嘛分做遮侪方式来收吼，啊安那处理，啊我嘛爱教，甲恁教导讲啊，这药啊，吼，安那使用使用袂滴，啊要安那甲甲囥啊倒，这拢有甲恁。一连串迄个讲师呀，这嘛是爱讲给大家听啊。我这嘛讲给大家嘛是这种讲师吼。啊，咱讲为电脑这部分来讲啦，要命关系是讲，一个药啊有副作用，这个医生怎样？这药啊有副作用，伊就叫伊去抬一个人，当作这个药啊副作用。啊，但是迄个药啊副作用，伊拢知，伊要利用这个人，当作伊食了这个药啊，伊误杀，结果伊是要故意要抬伊。阿公伊有食这药啊引起的，所以这个电影当中的意思是讲，你用药啊去控制一个人，啊去犯罪。吼，我来讲，这药啊本身伊有伊禁忌，吼，啊有迄心脏病，也是肝脏病，也是讲腰椎病等等。啊，这对伊的影响安怎？这药啊爱清楚吼，你爱食这药啊，知影讲伊副作用是啥？啊，是你当日有心，啊是讲饮酒，啊是开车，啊这嘛爱注意吼，这药啊对你的影响。啊，对象来讲，啊，这老人囡啊，是咪剂量，是咪爱调一下？啊，这妇人人，有一个药啊，三个月，等有心前三个月，当较危险的。啊，我这个药啊，分类有 A、B、C、D、X， 啊，都几类会使食 ？A 甲 B， 吼、哦，目前是会使吼。啊，那 C 的意思讲吼，动物实验吼，研究吼，有对胎儿有影响，但是伫个有心的妇人人人类来讲吼，欠缺迄个禁锢。啊，这个变成讲，你就爱家己去分量，讲啊，你要爱这个药啊无？还是讲多些治疗？治疗较重要，是要爱有囡仔较重要？啊，你去判断用这个药有适合无？吼啊，要避免前三个月尽量卖食，啊，这就是爱调。啊，低的一低吼，就是讲这药啊已经袂当第一户人人食，吼，你拢有影响。啊，那 X 级的意思是讲禁忌。哦，你若建议要食吼，你变畸胎哦。就是囡仔变形哦吼，啊这你基本上爱知影，吼啊你我食遐 A、B、C 遐侪药啊，要安怎？伊有分啦，吼分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、第五级，啊重要重迄严重性是啥？吼啊那外国人是讲，譬如讲这个药啊是迄个排胃排空的药啊，啊买在止吐的，啊伊甲伊是要 A、B、C 啊 D 啊 X 啊，譬如讲伊甲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是普拉腾，吼啊个参要食安怎 B 级？比起肾功还好，啊！你来看，爱、啊、来看精神病 X 级哦，好了，袂使，这两项了袂使掺做加，掺做加有可能哦，对咱人体产生迄个毒的哦，迄个状况吼，啊，所以你就爱注意。啊，但是我提上来以后，就这类的要安怎咧？你就去找药师帮你查。吼、哦，你想讲迄个慢性病人吼，还是讲迄个卧病病人吼，一概拢十四项、十五项哦，个有人二十几项要安怎？我可能我都食无好，都变成讲这副作用，我愈食愈白，身体愈白。啊，所以说阿咩安怎？你找药师帮你分析，吼、哦。你每甲医生讲话阵，爱甲医生讲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你阁无了解，你就爱去问药师吼。啊，咱用这种系统来查啦，查讲吼，迄、哦、中药甲西药吼，啊，是交互作用是安怎？啊，这麦克面的是意思讲吼，伫咧迄个全世界。迄、那个奥秘上大，迄个药物方面的迄个资料库吼，啊，你著甲讲第二，这药啊，甲我写落去 ，enter 入去，啊，几个药啊，你写几个药啊，切落去，啊，就伊甲你讲出来。这我拢会使帮你查，啊，咱台湾有这个系统，吼、哦，即卖是讲国卫生部，伊开始是行政院卫生署吼、哦，这嘛是查，咪叫药师甲你查。啊，咱上好是药啊，拢用水来啉，卖用果汁，尤其是迄、那個、葡萄柚汁吼、哦，啊，甲酸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饮料拢买，慢慢配迄来啉啦，爱配茶吼。哦，尤其即个葡萄柚吼，甲侪降压药吼，爱拢会抗败，拢有影响啦，造成迄个血压会变悬，也是讲有毒性吼。吼、哦，啊茶吼，茶意思是讲茶叶迄个茶吼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讲配水即个茶就是白开水啦，开水意思。吼、哦，啊上好是卖甲迄个铁剂一起吃吼、哦。啊，咱过来讲吼。哦我甲大家讲副作用啦，啊，你爱记掉，讲你副作用吼，啊，记掉啊，下一次去看病时，甲医生讲啊，我对阿司匹林、普拉腾抓准啦，吼，啊，有迄副作用，你大家记起来，啊，就避免这个药啊。
啊，若正经有人变成讲，无好的这个反应吼，你都爱去通报，爱了解，吼，啊，这个医生了解讲这药啊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吼，吼，你知影有一种药啊吼，会产生一种全身躯皮肤拢会痒爱痒的，我史蒂芬江森迪利斯，就是新种啦，不是迪利斯哦，全身躯拢会痒吼，迄个有的迄个药啊。吼，譬如有迄抗癫痫有一挂药啊，嘛会使做袂做成安尼，吼，那做成安尼吼，变成要害救济，然后大剂的，你讲药啊有大剂的，比如讲你会使申请这个要害救济，啊，这个手上有迄剂量，因为你生产物件造成别人迄个内脏吼，或是身体方面的迄个毒害，你都爱负责任啦，吼，啊，这拢是要害救济，你嘛去你爱去申请，爱去申请吼。哦，啊，发生是因为这药啊受产生的，哦，啊，这予大家有一个概念。啊，过来，伊的意思讲吼，这个婆罗帕，伊甲这个查某囡仔感情，因为伊有帕金森氏症啊，手会一直比喘比喘。啊，伊甲伊之间的感情，吼，一个故事。啊，主要伊吼是只卖药的人，吼，伊卖是迄个男性壮阳迄个威尔刚嘛。啊，伊因为要甲这个医生。外好关系，伊就送伊几个迄个样品，啊，当中有利益的迄个勾搭无，吼，啊，这就是这部迄个电影的意义存在，吼。啊，因为共同，即个讲药厂也是讲病院啊，啊，因为是迄个互利共生嘛，是不是会造成迄个药价黑洞哦？啊，什么叫药价黑洞？咱讲将健保支，也迄个健保药物支出吼，叫25%。啊！你若讲什么药价黑洞，就是讲，吼，你赚迄个差价，有诶是讲啊，手上赚去，啊，我觉得一个人赚一半，吼，这药价黑洞。啊！你来看恁，你看哦，恁这愈来愈贵，你看医学中心啊、区域中心、地区诊所，哇，那愈来愈贵哦，吼。啊！你台湾的健保诶药差是15%哦。啊！日本甲英准你26%，因为总是爱有人赚呐。但是你袂使讲规划拢放弃，造成迄个健保资源，因为药价黑洞，啊怎了去对无？啊，健保话讲要倒要倒哟。啊，过来，2011年十月哦，嘛是讲因为药价调整，甲合价收价做啊，手上怎无通好利润，伊讲要退出啦。啊，退出就惊着嘛，伫2013年讲药费，迄、那个。支出的迄个目标制度，啊你我甲你设定一个坎站嘛，啊你超过这个坎站，我都无要互你用，吼，啊咱来检讨一下，啊你无要互我用，你用这劣等的第二个，啊是毋是造成我阁不断阁转来看病，不断转来看病，啊阁影响咱的迄个药物的迄个药医药方面和资源，毋是共款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啊变成讲吼，因咧那医改会讲好无？我们回归知识作价嘛，伊正经是需要安尼诶，迄个价，吼，迄个伊诶计数，咱就予伊支付。啊，正经哦，无需要，汉人遐伊诶价值，你都免予伊迄个要价就还从阿遐管着。知识作价伊价值，啊来判断需要诶人嘛是爱予伊，吼，好啊，这个。那么袂使有迄个政治力介入啦，还有伦理教育，吼、哦，啊你啊，这个药品通流通的制度较广泛哦，你就不会被一些人掌握住吼、哦。啊你那些销售员是袂使去拜会医生的啦吼、哦，就讲刚刚讲去甲迄个药剂科啊，是讲伊财务科 say hello 尔吼，袂使有挂钩嘛。啊，这是讲药物滥用啦吼，啊是讲迄、那个一个药啊是禁药，啊你摕来用吼。哦啊，嘛有人用伪药，吼、哦，佮做个跟真个同款，啊，继续伊是假个物，吼、哦，譬如讲像威尔刚啦，啊，佮叫有名个保酸通啦，吼、哦，威尔刚是啥？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是诺马斯克，是叫有名个迄个抗，迄个降压药吼，啊，佮有禁药啊，啊嘛，吼、哦，迄药剂洗身洗甲白去，拢是迄个中药材内面有加一个迄个马兜铃，内面有迄个马兜铃酸吼。哦有迄个肾脏病变的物件吼，吼，啊，搁工业用的一款堆物件哦，氯霉素嘛摕来用，吼，啊，看会说杀迄个物件的菌吼，啊，咱食起都累积在咱的身躯上诶吼，啊，就产生即个骨髓有毒性，吼，啊，再生性不良贫血，
这拢是拢讲禁药啊，工业用的摕来用，安尼是唔对的。啊，讲这个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吼，啊，因为伊得了癌症，啊，佮伊有一个迄、那个有三种的迄个囝嘛，啊，佮要生第二个囝，啊，家庭的迄个经济煞变无钱去啦，啊，伊就去制毒啦。啊，但制毒主要是安非他命佮冰毒嘛，冰毒是慢性安非他命。慢性阿片他命有迄个 D 旋甲 L 旋两个啊，主要是一个 D 那个慢性阿片他命，因有伊本来是用来做治疗迄个注意力不集中甲迄个过动症，哎、啊，就变讲去用利用做毒品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个冰毒就是这吼、個哦。啊，伊这是药啊分类当中诶中枢迄个神经内面的兴奋剂，吼、哦，好你哦，感觉迄、那个。嘿、那個，你的中枢神经就兴奋起来了啦，啊，目睭都金起来，啊，人很欢愉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第二级的毒，吼、哦，第一级、第二毒，你要制毒的话是要判死刑的哦，因为中华民国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你要用药啊，用对，伊就是一种药啊，啊，你用唔对，伊就是一种毒吼、哦，这你啊那个滥用，伊就是毒，吼、哦，啊，像这那些打针胖之类就是。镇静安眠的药啦，啊有人来摕来，慢咧在卖药，讲迷讲迄个做迄个讲迷幻的嘛，吼，他这嘛是一个迄个做犯罪一个工具嘛，这嘛是有，啊这嘛是这个 FN two 是，迄个大概知 FSN two 嘛是为啥来吼，一个滥用，给你掺啊你的迄个饮料内面，吼啊甲查某囡仔做。迄、那个无礼貌的作用吼，这就是犯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像培西定有时可以止痛啊，啊，有的可丁因可以镇咳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红中吧、青发什么，迄拢是毒的药物滥用，啊，佮有做一个敢只水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两阵啊一级哦，就判死刑。啊，我大概看一下。啊，咱若要解毒哦，你知影咱台湾嘛是第一、那个。16、17世纪也嘛是食毒啦，啊！第日本统领咱台湾讲啊，这爱戒，但是伊对日本本土是禁止的，完全绝对禁止。但是迄阵人台湾人食毒，伊食到骨头内面去啊，吼、哦，生根呢，伊就渐进慢慢互你降。但是呢，咱一寡迄个台湾人讲，你袂使讲为了你搁要继续卖这个毒，吼。啊，有够一个卖毒的来源，你爱直接对迄个毒的内面，即、這个药啊吼，看有防范，卖有食毒，伊个会使卖有即种因为食毒的迄个戒断现象遐痛苦着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后来即后藤新平伊的监禁政策还是成功的吼，配合即个杜聪明先生也有改变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拢检讨，你想要戒毒，啊你的效果啥，请你想好吼。哦啊，讲这就是讲哦，伊那是禁药，啊，但是伊又得了艾滋病，爱三十天以内会死啦，伊就走去迄个莫斯科的边境哦，吼，啊叫做达拉斯吼，啊，甲伊同款的人围靠起来来去治疗遐迄群人吼，啊，即毛我要讲的是讲，先来讲这吼、個，你药物研发有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、第四阶段是讲你药物上市了，对人体有破坏性，嘛是爱下架。吼、哦，啊，讲咱台湾安心公司嘛，创作遮侪买迄种新的药啊开发出来啊，所以咱台湾人袂讲比其他国家较无好。啊，过来讲较济，你知影新药啊出来，为美国还是欧洲出来，都要等差不多即久才咱台湾才用到即个药啊。我想要等个七八年哦、喔。啊，但是咱即嘛是伫小美占对无？美国甲日本，他们制药都是很一等一的。吼、哦，比国家好诶，迄个技术吼，咱即马是会占领，所以有责任提供出来，为着咱台湾人伊个身体健康诶安全，是毋是？迄、那个李登辉先生哦，甲迄个日本人讲啊，咱台湾人遮侪人得了癌症啦，讲拜托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日本啊，开放你诶迄个种子捕获，迄、那个种子捕获迄个技术吼、哦，啊，甲咱台湾人教，啊，咱标的吼、哦，甲迄个癌细胞吼、哦，抓到伊个膨嘛，种子捕获了，甲迄个讲癌细胞内面有一个膨，
啊，标记起来，标记这癌细胞伫倒，来给抓起来。啊，是毋是癌细胞给抓起来了吼？啊，其他就别去破坏咱家正常的迄个细胞。啊，拜托日本人吼，加咱台湾人，伊讲保证绝对迄个技术吼，袂去互中国去剽窃掉啦。吼，啊，咱即卖咱是小米讲，咱属于大日本帝国的生命，咱就是有这种需求，咱就要求日本人应该爱安尼做。吼、哦，啊，吼、哦，那即卖是讲到讲吼，离小米站，咱会使为日本、台湾啊、甲美国三方面努力拍拼来得到，咱需要的医学方面的迄种的健康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你做医生还是做护理人员，啊，变成你就是爱在即个体制正常之下，啊，莫讲去权力斗争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冒迄个。迄、那个伦理方面爱去照顾着吼，要转诊啊、误诊、器官捐赠啊、个安乐死代理啊、代理孕母这些东西，要有一个尊重、自主原则啊、无伤害原则啊、这利益平衡诶，这个原则啊、公平正义的原则，吼啊，即我讲人性化，让台湾民众要提出人性化生活的需求、生存的治理、甲生命的享有，吼啊，即地下电台要叫你去买吼，你著甲当场拒绝就好啊。好啊！甲讲一个理由，讲我要来离开家，安尼卖去甲伊搞这种人死，甲就是卖甲伊人做伙，甲这种人咯，就是切割清楚啦吼。啊，无来宾的迄个不明人士，还是来路不明的药物，都不要去理会他。啊，因为即卖时间的关系已经超过啊，即袂当放给大家看。啊，大家再去网络吼，啊，我前几期啊点来看。好啊，我今仔日讲到这，啊，占大家两分钟拍摄，讲到这。多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二十分钟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息二十分钟，谢谢。然后，请中午有拍识别证的同心到这里来领，谢谢。